康瑞台风已经出境了，它对我们新竹县也带来一些小小的一些伤害。那我们新竹县还是托老天保佑，灾情还算是比较轻微。不过对于尖石乡来讲，它的一些道路的毁损是比较严重一点。不过在乡长议员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恢复。那我们今天特别是到尖石乡来看，除了来看我们的卫生所，跟这些乡亲打打招呼，还有看看他们收容的情形，以及到梅花国小看看他们受灾的情形。我们希望很快的正常，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上学跟上班。那前三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陆续的抢通以及抢修抢险，几乎都恢复了，大概就剩下玉峰秀峦几处比较严重的摊方。那我们也请我们开口黑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给我们用路人最舒适最平顺的道路。